花友们好，趁着连日阴雨的好天气，给卷儿们争点活。看看这个粗壮的屁股，就知道挨了我爱的一刀。剩下几个大萝卜腿，是他的维持生命的养分。这次用上带学小姐姐送的笔筒盆，立马提高了一个档次，对不对？我话讲完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底下垫些补品，最后填上土，这里就先不铺面了。这里期待一下秋天的颜值回复吧。对了，珠宝陶制的还有这颗白蛇。